妹神试巡高雄场第三天根本开大绝，服装的部分胸前超深 V 美爆，抒情歌的桥段只能说真的太催泪了。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尘，残破了生死相依，是我唯一的归宿。能不能答应我，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，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，失去来向你告别，回首、能不能答应我，再见时候就别再认出我，别让我承受牵挂着你的手，再重逢已换作你向我告别。每一次呢，唱完这三首歌，我都要好好的深呼吸一下。喘一下，感人的这三首歌，这个感人的那个钢琴啊，很多情感啊，真的要谢谢徐玉英，掌声欢迎我们的最厉害的钢琴演奏人徐玉英。听说你第一次在家里在练习那个《身后》这首歌，边哭边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边哭边练，然后我问工作人员说：“哎，我真的练得完吗？这我一直哭到后面，我都练不下去。”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我说：“怎么办？后半段我都弹不下去。”他说：“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”所以谢谢大家的鼓励。你可以的，哇！其实。真的，我要说，没有你啊，这三首歌真的没有那么完美，放在这里，这是真的。钢琴的推波那个感情，然后我听到你的钢琴的声音，然后那个呼吸啊、喘息啊，这个，谢谢你，只有我们两个人懂。我推给你，你推给我，我推给你，这样。对。谢谢许英，谢谢，掌声。